我殺到第一槍。呢、這個最重要嚟講就係美國咧，係用金融嘅手段、貨幣手段咧，係搞殺中國嘅經濟。講完啦，唔係因為加息咁簡單。今日咧，港股好似聞到少少落尾話，最高跌700多點，710多，最終跌660多，係嘛？講定嗰時間啦，大家啊，即係呢個咧。